那老师现在已经就是做完了，就是刚上传这张图片，然后还有我刚的图，我也想把它摆上去。好，来，我们要怎么做哈？首先你看这个图已经放上去了，已经换好了。画好之后，这个图，你看它现在目前的颜色是暗色的，图的颜色是暗的，故意的哦，故意的哈。你看一下碰到这张图片，右下角像三颗星星，点它，它会变亮。对，就是它故意的，所以暗好还是亮好？看你自己高兴吧，讲真话，你要暗你要亮都好，我个人比较偏好暗，因为我的字要清楚，我的重点在我的字，所以我的字要清楚就让它暗，所以你自己去找配色，然后自行决定图要亮还是要暗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那如果想要任意放图呢？任意放图你只要记得在任何的文字方块中都可以放图片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要点选，好，例如说我在这边公告的这个前面的位置，好，我们到这边选择上传，好，上传，然后有刚才我下载的那张人的这一张图，开启就打，它可以把这张图片抓上来后上传，那这边可以批次上传，所以它可以上传更多的图片。好，你看图就进来了，这样子，然后你这张图片进来之后，它可以任意的调，看你要放哪个位置，原则上它会塞在文字方块中就是了哈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摆到这里，这边图片，然后这个图呢，你看它这有裁切工具，放大缩小。好，那小心解析度哦。好，然后这一个刚裁切你可以把它取消，是否要超连结，我们刚刚讲图片也可以超连结嘛，可以作用在图片中，所以你可以加超连结，然后后面这个点点点就是在更多的细项，例如说取代图片就是可以把它换掉嘛。然后呢，新增替代文字是无障碍网页，当图片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接辅具出来的时候，学生他就可以透过那个点字啊，或是一些辅具知道这张图的意思是什么，这叫替代文字，好吧？那要不要打一次看各位哈？好，所以图片的呈现很简单，放进来后自动拖曳，它只要有框框的位置，你们看到都可以塞图。那我这张是小图啦，好，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摆在我想要放的。如果我再继续上传刚才那一张，好，刚那一张已经传播了，上面这个我就到图片。好，然后呢我看一下 OK， 我还是上传一下哈。到图片的地方就可以去找我们刚传的这一张图，好，上传。好，我们要传这张图有点大，其实我用小一点好不好，这个太大等好久。好，不要正方形的，当成那个装饰的。好，上传，这个讲话应该比较小。那你们在抓图的时候不要贪心，想说解析度给它抓大一点，那网页跑会很慢哦，记得。好，所以它如果有小的解析度，你还是可以用小的，不要做到什么大。好，那这张图比较大一点，比较大一点的话呢，就可以当成是很看画面的呈现的。好，我就可以把这一个图片摆在旁边任何地方，你发现它有很多格子的感觉，有感觉吧，它有这种围绕图的效果，你可以这样翻，像我这边空的就放在这儿，因为我刚才这个文字方块拉的比较小，比较小的话旁边就可以放图片，你就一直塞图，那图小心不要变形，像老师这个动作是错的哦，复原图不能左右上下拉，要怎么拉，对，对角线它才不会变形，知道吗？好，那当然如果你放大头照，你想要让你的人看起来瘦一点，你就这样拉，但是不要太夸张，不然太夸张就很像是那种减肥广告，然后明明就没有那么瘦，然后整个都变形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图片的应用方式，有问题？图片还有上传，同学 OK 吗？好，那再来，我们下来的字啊，内容尽量是用它本身就有的文字方块来做。如果你觉得老师我想要放一个公告或最新消息，可我不要用它的公告跟最新消息，怎么办？你就要自己做图。同学会不会自己做图？好，理论上做图要学 Photoshop，Photo 以拉比较有办法做出比较漂亮的。那如果真的我只是想要图，而且我非资讯科系的学生，好，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叫 PowerPoint， 跟图有关 ，PowerPoint 可以做图哦，简单的图，文字的部分，你就把 PowerPoint 打开。好，那 PowerPoint 进来之后，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文字艺术师。或一般的文字方块的编辑，例如说，来，老师把这个先删掉哦，我快速做一个插入，右边有一个文字艺术师，你就选个图打字，例如最新公告，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不能关了，等一下，我对，好，
最新公告 OK 好来，然后最新公告你这边的字型啊你就可以选漂亮的了，对吧？你可以自己选，那大概这有没有字型啊？没有就算了、哦、就是有漂亮的字型，然后再来格式，这边可以选样式，选样式好，然后你可以选择您的颜色都可以自己来、哦、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光晕啊反射啊有的没的就可以做一下图，然后不要太大 哦不要太大，然后如果你这样说它不会变小怎么办？字型，对，字型大小同学们，你刚刚变小一点点，好，来，然后小一点的之后呢，右键，做完后右键，不是存档哦，是右键的另存成图片，它就是一张图的桌面，听懂吗？它就是一张图片的，你自己做图，如果你真的没有不会那些工具，而且你又想要换图，好，然后再来这边公告这边就可以换掉了，我在这边放图上传，好，电脑中刚才所做的这一张图片一。它就上来了，上传，听懂我意思吗？你可以自己做图，那当然如果可以用一些美工软体是最好了。哦，你这么大一个，所以还可以再小一点，太大了，这样 OK 吧？那就把它缩小，对，缩小，给人家调一下吧，对，这样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把它缩小，它就是了。可是图太多，其实会让整个页面都是图片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建议你们都是要做成图，知道吧？就是有这样的方式啊，看你自己啦，那不要也没关系，我比较倾向于尽量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呈现比较好，其实因为它整个版是很简洁的，你如果再做一些很奇怪的图上去也很夸张，真的也会破坏那个美感，好，所以文字如果可以就尽量用它的文字就好，那小 icon 是没有关系的，我觉得小图案是还 OK 的。好，来一系列讲一下图片的部分吧，来同学这样子要会放上来啦，重点是做完之后要会放上来。